随着国内经济不断成长，有不少爱美人士也愿意在美丽方面投资更多的时间与金钱，拿回自信美的主导权。面对现今美容市场竞争的挑战，这间位于台中的健康美学会馆依然屹立不摇，甚至突破了传统闭关经营式的美容院思维，改以创造一个互动空间，让客人与美容保养师们拥有更多的慢慢交流时刻。此外，透过与日本当地健康美学集团引进全新的专业技术，创立全新的健康美学品牌，以全方位健康美学专家崭露头角，吸引不少民众及美容界精英前来参与这场热闹的开幕盛会。2018年7月，我们科丽斯汀集团正式引进了日本彩集团 Pouch 美容加盟系统。这个系统是以三大的特色，第一点是它提供了客人独特的咨询方法，让经营者可以吸引更多的客人，保持店务的经营的稳定。再来，经常举办交流的研习会议，针对经营者还有美容师分别提供了适合他们的各种培训，将经营者引导到成功的路上。我到日本透过为期12天的严格培训与要求下，再次领悟到 CS 服务对每一位新人在服务的每一个流程中的细节注意事项都需要坚持与持续回馈客户，同事与同事之间的相互鼓励与支持，达到团队的向心力。日本 POUCH 与法国的美容专业学院合作的教学系统，分成三阶段性的基础、进阶、高级课程，培育许多想在美容服务业成为在不同阶段的专业技术与美容保养师，让无经验的学员也能够大展身手进入美容行业，提供优质的服务，创造收入与就业机会。美容业者运用心灵、冥想、理疗的理念，融合美容的精神，让美容保养师轻松为客人雕塑体态及容颜，由内而外达到真正的身心灵平衡，为肌肤之美寻根。美容业者激发出生生不息的能量，创造了结合世界专利快木技术的美学工具，让健康新生，美丽永恒。这支工具是使用世界珍贵的快木，并由师傅手工打造而成的。因为它的独特性，还获得了世界唯一的专利，不单减轻了美容师的体力负担，最厉害还帮助我们雕塑身体及脸部的曲线，让体态更加动人，同时又可以放松心灵。这就是科丽斯汀集团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珍爱自然美容理念的原点。2016年的中旬，科丽斯汀跨越新领域，代理第一支保养品 Christina 专业品牌是来自以色列，而2018年投资了更大的资金，跨越国际跟日本合作，公司均使用国际大品牌的保养品，提供给客人在美容媒体上最好的服务。跟随公司将近10几年，我见证了公司没有因为市场动荡不安而停滞，而是不断带着我们突破各种挑战，并且用心提供最佳的服务回馈给客人。内容といたしますね、まずは社員を大切にする、非常に社員に対する思いやりといいますか、いえ思っております。で、人望も非常に厚い。そしてあとは経営者としての先見性、判断力、決断力、これも素晴らしいものがあるなと、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してね、承認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ヒノキ美容医学をオープン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ので、林社長にはですね、この台中を中心といたしまして、台湾全部にですね、パワートリーを展開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2018年、我们一诺起全新的品牌策略是打造幸福的时光，揭开自信美，领导亚洲女性逆转时光的秘密。我们立志成为台湾专业的服务美容媒体 SPA 保养连锁加盟网，以科丽斯汀集团的哲学，健康美丽真女人，我们再次升级实现，让每位真女人完成健康美丽的梦想。在竞争的时代，唯有不断超越才不被淘汰。从基层与主管的扎实培训，到与国外专业机构积极接轨，充分展现总经理追求卓越的精神。未来他将引领全新升级的专业美容品牌再创事业高峰，
将健康、美丽、真女人回馈给更多的人。